我是秋月，我来到 Virtual Origin 顿阿米娜分行。回到JOHO后，来到 JB， 不只是以年度 Virtual Origin 代言人的身份，而且今天我也是这里的一日头皮护理师，要和 Virtual Origin 一起为你解决头皮问题。今天第一位预约的顾客就让我手抖。欢迎光临我的亮妈。嗨，我来了。Virtual Origin 是独门天然头皮草药护理专家，这20多年来为无数的客户解决头皮的问题，每一批草药呢都经过了严格的品质检验，才提供到市场和店面，来确保顾客安全使用。那他们同时呢也坚持人工熬煮，也坚持保持高品质，以实惠的价格来回馈客户，一次护理8大功效。哇哦！好吗？我来帮你做头皮检测啊。你会的吗？试试看啊。试试看啊。你看你的头顶怎么来的？有点泛红哦，缺少营养。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每一个毛孔都有一些些东西，看到吗？那些就是角质跟油脂，它们阻塞了你的毛孔，这个很容易导致脱发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一般人正常哦，角质代谢是28天，所以妈妈要定期来做护理咯。嗯，好吧，我们去做护理吧。好的。嗯OK， 我们开始做头皮草药护理咯。好，好，先帮你喷这个姜萃营养液。嗯，有什么效果？它可以帮你的头皮去油脂、去角质，然后打开你的毛孔，然后再帮你搓揉头皮，舒服？舒服。当我深入了解 Virtual Origin 之后呢，第一个真的想到一定要带妈妈来看。我妈以前头发很长，乌黑亮丽，这是我1岁的时候，我妈是男子头，想象不到吧。刚刚亲手帮妈妈做头皮护理检测的时候呢，哇，有一种很亲密的接触，然后发现妈妈的毛孔原来长那个样子，有点心疼，所以希望她可以努力的来做护理。妈妈都会把最好的留给孩子，我也想把最好的留给妈妈。一日头皮护理师挑战完成，谢谢亮妈接受女儿的邀请跟考验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到很舒服，然后你把我的头皮改善了，嗯，冰冰凉凉的弄的时候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头皮健康做好护理，到邻近的 Virtual Origin 预约检测。而且除了我跟亮妈身处的 JB 敦阿米娜分店，你也可以上到官网去查询，看看你家附近哪里有分店哦。那下班之前先来问你，下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有空做预约？星期二。好的，帮你预约好，再帮你做护理。好。